分，你们将分为两队 PK， 请挑数最多的人将成为本季的推理王。就两队要比赛的，我不在等哥身边，老有人吓他，我肯定得跟我妈在一块儿。请开启剧情之门。将在你们眼前发生。有血！球掉下来砸到他了。可是很前进。高兴，这样遇到韩导刘江烈，这有点刺激哈。你知道他要弄死你吗？他知道有人害他。他是冲你来的。我们代表我们这队，首先我排除非表妹。我觉得你的性格这句话太草率了。那个是本来我要解开的。对不起，你人生当中不可能什么都得到。对不起，我们大风大浪见的太多了。他一直在骗他，追求他，他最终想得到的是什么呢？为什么只冒现在你这？只有一个人能够说谎啊。有两个人说谎。三，下一局是决胜局了。一。本季推理王是